藍天白雲，自駕遊應得保證功。你睇下塞車嗰條龍，前面有交通事故。收費站即是都要去英德，去到英德。收費站冇人，全部 ETC 失業的了。300蚊又夠現在全廣州，現在深圳開始冇人送餐，那無人機無人車，他門口劈低就走了。你特別啲酒店啊，那些送餐機器人啊，阿姨都冇嘢做的。那些機器人街坊要拍張相啊，街坊拍到咧，紅茶之鄉歡迎你，請坐嘛，係啊，英德紅茶，英德英九紅茶，請翻嚟飲啦，快啲翻嚟俾你飲啦，飲乜鬼嘢心水，我會飲咖啡咧。精工天鹅湖酒店。訂咗呢間酒店，啊！依間酒店，今晚住呢度喎。
依有個湖啊嗱，喺度用餐早餐，一個大湖。今晚嘅房間咧。農莊好，農莊啲嘢新鮮喎、玻璃橋啊，嗰度有。表哥都話唔夠膽玩。玩過你睇下嗰條玻璃橋，嚇死人啦！咁高。今天來這裡吃飯，酒店的旁邊望著玻璃橋，北江漁家中餐廳。一魚當味，北江魚啊，新鮮的魚。